这是我还没出生的时候。宋爱华，怀孕了啊！完蛋了。这是我一岁半的时候。不给。哎呀！哎呀！这是我六岁的时候。姑娘啊！这是我十七岁的时候。这你闺女啊？不是，我妹。这是我二十岁的时候。你真是一个混蛋！你小混蛋！你老混蛋！我叫张天天，今年二十岁，在一所技专学校学资产评估，马上就快毕业了。好多同学都在忙着专升本的考试，或者找地方实习。我对那些真的不太感兴趣。我妈说，我和我爸一样，从来都不干正经事。小兔子，你今儿怎么回事啊？这样怎么演出啊？你才小兔子呢！走，今儿没心情，先不排了。天天，你等等我，跟你一块走。去哪儿啊？哦，您知道新闻学院在哪儿吗？还远着呢，上车吧。是我。啊，我以为就在附近呢。远着了。国家体育场鸟巢在第十四年度的建设后，于近日正式竣工，这标志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37个比赛场馆已经全部准备就绪。我到北京了。鸟巢是全世界跨度最大的钢结构建筑，高五花，总共使用钢材。啊，我不想考完试就回去，我想多玩两天。放心吧，安全。爸爸，我想你了。我回去给你带好吃的。嗯。嗯。行，爸爸再见。嗯。我出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，当时不想当我爸的我爸不幸地有了我。在那个很多文艺青年都迷恋朦胧诗的年代里，我的出生对他来说确实不是一件好事情。我要用手指那涌向天边的排浪，我要用手掌那托起太阳的大海，摇曳的曙光那温暖漂亮的笔杆，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。师傅，张开明。师傅，张开明，男，28岁，诊断为上臂桡骨远端轻微骨折，建议休息两周。哎，刚才女员骂来，去去去，不好好歇着干嘛来了？不是师傅，明儿城里有一诗会，不许去。师傅，您不能阻止我们青年人追求知识、追求理想，不是？什么知识？什么理想？
原本好好的青年突击手，看看现在，你一个月来几天呀？我问你，这理想能帮你干活啊，还是当饭吃啊？我说师傅，您怎么那么庸俗啊？我俗，你不俗。这的工资扣了没一半了，你后边的生活怎么弄啊？还有你，再帮他搞假条，我连一块扔。不是你这给我挂什么东西啊？这娘们唧唧的，老爷们有挂这个的吗？爱要不要？抄完了啊。嗯。哎呦！哎呀，你看着点儿。哎，你就别乱买了，你看得完吗？嗯。明天我不放假，要去总公司学习，你在家带天天，一定要按时喂药啊。知道了。未来诗人永不会到来，因为生生世世所有的我们都在现在。这首诗写的最好哟。行啊，您都学会鉴赏了。因为短呗，抄起来省事儿。我就说你这种写字永远不出框的好学生吧，就是个榆木疙瘩脑袋，你根本就不懂我们诗人之间这种穿越时间和空间的共鸣。甭那么多废话，就几个字，直戳你心窝子。哎，你干嘛呀你？你老梳着干嘛呀？散着多性感啊！你给我，不正经的女人才散着头发呢。我就喜欢那种不正经的。让你站住！哎，太明，你说这行吗？这拿着孩子去的。没事儿，一会儿你抱孩子啊。凭什么我抱着呀？你抱着对你有好处呗。那一天，据说他带我去了全北京最尖的诗会，和当时的诗歌明星顾城、北岛坐在一起称兄道弟。这个故事后来被老混蛋拿来吹了许多年。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，我想除去一切不幸，我想在大地上画满窗子，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都习惯光芒。我想画下风景，画下一架比架更高大的山岭，画下东方民族的渴望，画下大海无边无际。让阿姨抱抱。阿姨，哎，真乖。妈妈就来啊。你也喜欢孩子哈。哦，对，我儿子像他这么小的时候天天让我抱呢。啊，真漂亮长得。啊，天天咱们去里边玩会儿，走。乖啊，再见。没有一颗留在远处的心，他只有许许多多浆果一样的梦和很大很大的眼睛。我在希望，在想，风在昨天，我没有得到彩笔，没有得到一个彩色的时刻，我只有我。你怎么来了？张哥让我来的。哦，是谁家小孩啊？张哥闺女啊。一个被幻想妈妈宠坏，真可爱，让阿姨抱抱。我阿姨抱抱。任性。抱一下。同志们，咱们接下来是这个自由讨论时间。如果哪位同志有自己创作的诗歌，愿意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，欢迎上台。谢谢。大家好。我来自小刚。对，我叫张开明。接下来我为大家朗诵一首天气预报。哎，姑娘下来了啊。大家好，我叫英子，这是我的新诗《霓虹之词》。好好好好
说说你啊，我在上面念得好好的，你就爸爸爸爸，多丢人。爸爸。别叫爸爸，叫也没用。这以后啊，我再也不带你出来见世面。要不是你老捣乱，爸爸，我现在早成大诗人。哎，哎，你小混蛋，你尿你爸爸一身呢你。穷则独善其身，富则兼济天下。啊，妈，咱就不能原创呀？啊，好歹多写两行是不是？这贴出去显得多不认真啊！我哪会呀？让我写个化学元素周期表还行，写东西你得找你爸，他就爱写这些乱七八糟的。哎，你是不是还是没给他呀？不想理他，他最爱给你写东西了。你小时候啊，他连你的尿都写。哎，您怎么老提他呀？您这样怎么找新老伴儿啊？我也没要找啊。我不吃了啊，上货去了。你在家锁好门。哦。过马路看着点啊。嗯，走了。喂，你有病啊你，打了就挂。怎么着？再来个秃瓢？喝多少酒啊？这满屋子都是味儿。没多少，一会儿咱爷俩再出去喝点儿。我可不喝酒啊。不喝酒你来干嘛呢？这是毕业父母给予卡，老张下礼拜交。我看看，我看看这什么纹了什么。到底鱼呀，独角兽。人家女的纹身都纹胯骨上，大腿根儿，要不胸上，你怎么纹脖梗子上了？像染头发染脖子上似的。也是，你哪都随我，没胸。再给弄脏了。父母毕业寄予。哟，你毕业了？大三。哦，对象找了吗？说你也真是，你自己写不就得了吗？还有大老远找我。我想这也就是我跟丧父的同学唯一的区别吧。嘿。要不你就真说你丧父，我不会写。要是不愿意写就空着，嗯，我先回了。
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，我想除去一切不幸，我想在大地上画满窗子，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都习惯光明。我想画下风，画下一架比架更高大的山岭，画下东方民族的渴望，画下大海无边无际愉快的声音。最后在直角上，我还想画下自己，画下一只树熊，它坐在维多利亚深色的丛林里，坐在安安静静的树枝上发愣。它没有家，没有一颗留在远处的心，它只有许许多多浆果一样的梦和很大很大的眼睛。妈妈是小孩，爸爸是大猴。妈妈叫什么？爱国。爸爸呢？岳飞。岳飞，笑什么？讲的不就是未来诗人吗？那孩子就是未来诗人。未来诗人，嘿嘿嘿，未来来了。别笑，快去吧，快让未来诗人进来啊。你领他上这儿来干嘛呀？又病了，刚打完针。这遍地令回家，你带我这儿来干嘛呀？这不一直叫爸爸吗？回家吧。不行，我现在走不了，正聊着高兴呢。你没看着这里边那一个对我崇拜眼神啊？哎，对了，我问你，不是你瞎摸我磁带干什么呀？你给我录的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孩子重要还是你那破事重要啊？哎，怎么了？你这么大嗓子干什么？你没文化啊你？你才没文化呢！我还没生气呢，你倒生着气了。跟你说话呢，哎。你不是嫌我嗓门大吗？啊！活你！上这天怎么办？你嗓门大，你还不让人说了？你怎么那么讨厌啊？你动动行不行？你轻点啊，小心吵醒孩子。轻声，不要吵醒沉睡的孩子。细语，不要打扰漂泊的灵魂。神经病！哎，等会儿我。大爷，哎，有信没？哎，有。开明，开明，啊！赶紧走！怎么了？回学班停了。啊！那您的意思是文学班不办了呗？安全学习班年年都办，少办一年也没什么大不了。对，也不行，这是统一的命令。要不这样吧，一三五我们上，二四六他们上，这样不就行了？是不是？对呀，那也不成。安全学习怎么能打游击啊？啊！我跟你们说吧，办文学班，那是厂里给咱们的福利，它不是义务。你就是不改呗，还说什么呀？你小给我使横的是不是？干了！怎么跟王主任说话呢？走走走走走。主任，您看这样行不行？这场地问题呢，我们自己解决。厂子里继续给我们出钱找老师就行，但说好了啊，得换一批，之前那个太过时了，好吧？那厂子哪有钱呢？你们几个！胡闹！明天该发工资了吧？记得给天天递奶。
然后再到你们厂里合作社，去帮天天卖果丹皮和鸡蛋卷儿，剩下的钱省着点花。下个月特紧，快过节了，两边老人都得给钱吧。这天天也该买新衣服了，裤子都短了。您那件毛衣也坏了，我去买两斤毛线。哎，水开了，去把火灌一下。你快点儿，我叠衣服呢。你这个人能不能管管家呀？这家是我一个人的，这孩子是我跟别人生的吗？男主外女主内，有大老爷们跟家天天看孩子的吗？那有大老爷们挣钱全给自己花了的吗？庸俗。哎，李丽。啊。等会儿。干嘛？找你当然有好事了。A 面第一首。他的歌。啊。嗯，不行，领导该说我了。你说啥呀？这是他新歌，你不说你把老头子谁知道他唱的呀？那你怎么谢我？我给你介绍对象。谁让你介绍对象？哎，别忘了啊 ，A 面第一首。这个班也停课了，我还以为你又不来了。听着，从今天起啊，咱们这个文明小组改为人家开门家园的举行，欢迎大伙都来啊，不用谢。保护员呢？怎么回事？真行啊你啊！哎，江哥，怎么着？什么时候？请来跟我聊聊呀？干嘛呀？磨磨唧唧的。那你把舒婷叫来。嘿嘿，这儿我可知道你怎么想的啊！我跟你说，只要是写诗的女的，长得都特寒碜。哎，太明，你还认识舒婷吗？啊，过两天就认识了。哎，哎，不是，哥儿几个都知道怎么说了吗？这个这个，你爸叫学习毛犬。好嘞。说吧，到底干嘛用？出诗集。就你？我怎么了？咱家坟头上可没长这根蒿子。就你一初中毕业，又没当过兵，能进首钢当工人，你就该知足。妈，再来一碗，不够。雨水是太阳的情人，我在你们的热情中消失。这混蛋真他妈孙子！同志，今天没人给我们家送奶啊？你们家住哪儿啊？首钢九栋38号。你们家这月没订奶啊？不可能啊，我爱人昨天应该来过了，您再给查查。查也没用，这一家一行就没你家的。小
你干嘛去？还没下班就走啊？哎，管着吗你？你小心着点，刚才师傅又找你俩呢。没来，拉肚子。谢谢大爷啊。哎，没事没事。老师不好意思，下班晚耽误了。没事，这还有没人接的呢。啊，哎，儿子回家了。回家了，回家了，回家了。爸爸在哪儿？你说我爸就是迂腐，只要我的诗能在他经常看的那几份报纸上刊登，他立马就得跟他那几个老哥们儿去吹去。参考消息登你的诗啊？啊，那你得先当总理。我告诉你啊，还真不是没这可能。哎，开明啊，这都七点半了，你还溜大伙吃饭？咱就三毛二了。七点半了啊？不会呀。工资呢？嗯，没发呢。怎么样？我把学习班搬咱家来了，以后啊，我就是校长，你就校长夫人了。哎，对，是吧？对对对。都走。也是，都这么晚了，怎么走去啊？哎，走什么走啊？你们嫂子跟你们开玩笑呢，没听出来？我没开玩笑，你们花的是给孩子递奶的钱，都这么大人了，你们好意思吗？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呀？别打架呀，江哥！是不是给你脸了我？别打架。惯你，你都是毛病。我告诉你，张哥，你这还当着孩子的面呢，张哥。干嘛呢？这是。怎么了，爱华？妈，爸，今天是我不懂事了，我不应该在您这闹。上礼拜天天检查身体，还是营养不良，可这个月的递奶费又这么没了。爱华，你还差多少钱？妈去给你拿。妈，这不是一次两次的事儿了，他根本就没想好好过日子。我看，我俩也就别互相耽误了。哎，这，走，天天。那天之后，作为对老混蛋的惩罚，我就被姥姥彻底的藏了起来。后来我问过他，你怎么不去把我找回来？他说，我好不容易把你甩了，找你干嘛？我觉得换做今天，他也是一样的吧。你老师，我们还有半个月就演出了，您就通融通融吧。啊，你这声音也太大了，整栋楼都被你们搅和乱了。那其他学生怎么办？他们还有半个月就考试了，你们这么吵，他们怎么复习啊？再说了，他们比你们演出重要多了吧？重要重要，但是我们真的没地儿去，您看怎么办？你们自己想办法，不能在这练了。走走走，赶紧走，我马上要锁门了。来来，走走走。老师，您小点声，别吵着人复习。哎，你哪个班的？你叫什么名字你？你老师，你这么着，您消消气儿。咱们现在就走，然后周六周日咱们再来排啊。不行不行，周六日也不行。你们走不走啊？你倒是爽了，咱们哪儿排练去啊？你不爽啊？想办法呗。反正那也不是个排练的地儿。关键咱也没钱租正经的排练厅啊。对呀、啊。哎，郑天天，就你家是北京的，有地儿没有啊？你烦不烦人？行了，我先打个电话。
嘛？那个，我想用咱家小屋排练。甭想。挂了。怎么样，天天？行，就是屋子得先收拾收拾。在我妈抱我回娘家的那段日子里，我爸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，每天照常把自己的诗寄给全国各地的杂志社，每天照常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退稿信。后来有一天，他终于收到了一封不太一样的。那封离婚协议书，他最终也没有签，也没有去姥姥家把我和我妈接回来。就这样过去了一个多月，他依然在忙着他的文学班和他的诗歌，好像我从来都不存在一样。有人吗？我找你们主编。天天，你这是狗屁爸爸要你吗？要。要个屁！老爷，我的爸爸叫我。放下，放下吧。哎，没事，给我自己来。您就甭跟我客气了，您就准备好到我的文学班去做交流。以后您家买菜，我全包了。你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跟你说了多少次，你还在转走，怎么回事？你让我进去干嘛？有病！上个月也是在这儿，我就站您后边的后边，您不记得吗？好像有点印象，是不是只掉了一地的那个？对对对，是我是我。怎么样，来我这儿吧，我那有意思，没有人指指点点。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，徐家光。过你身旁，哎呦，并没有话要对你讲。我不敢抬头看着你，哦，眼眶。你问我要去向何方，我只愿大海的方向。这臭小子。再后来，老混蛋真的请来了很多传说中的人物，那些故事他也给我讲了无数遍，听到我再也不想听。总之，他的文学班真的开始了。这几天啊，我的创作时间特别充沛，所以产量上也翻了几番。你别嫉妒啊。本来呢，今天我想念段新的来着，但是我又改变主意了。天气预报，风在昨天吹涌了记忆的云，云在今天堆积成了天空的悲哀，悲哀将在明日遮住太阳。阴天是上帝的女儿，雨水是太阳的情人。我在你们的热情中消失。你们这里谁负责？秦家同志，我们这儿学习呢，文学班。年轻人学习是好事，可是你们现在是聚众集会，周边群众对此反应很大，是治安隐患。这怎么成隐患了呢？对，你快把全北京的盲流召集来了，你不知道啊？你们呀才盲流呢！学习班怎么了？你还让不让人进步了？哪单位的？别动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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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
对不住啊，警察同志，我们回去一定要严厉处理张开明，你太不像话了，给你添麻烦了啊，对不住啊。处不处分我们不干涉，我就是过来看看老爷子，你看看闹的，你们厂可要注意了。哎，你小子还不赶快谢谢警察啊。就这样，老混蛋的文学班被解散了。自那以后，爷爷也一病不起，第二年的春天就去世了。那时候的我妈天真的以为她在这个时候抱着我回来，老混蛋一定会好好过日子了，却没有想到我们家真正的混乱还在后面。哎，吐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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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恶心。找我干嘛？缺钱别找我啊。缺钱什么时候找过你啊？有吗？那你找干嘛？哦，催作业。你写好了？废话。真的，给我看看。家呢？谁随身带他呀？你们老师是不是有病？还毕业寄语，就你们那破学校。毕了业连工作都找不到，还毕业季？谁说我要找工作？那你要干嘛？帮大款？大款要年轻漂亮的，你都24了，老不可吃眼的是要你。我20，再说了，你以为谁都跟你似的呢？走吗？我想用咱家小屋。我马上要演出了，现在没地儿排练。小屋不行。为什么呀？那屋不一直空着吗？没钥匙。钥匙呢？师傅，走吗？走。哎呀，这活来了。那小屋我到底能不能用啊？跑了，你快走，下下下下下。一、二、二加五。到哪儿去啊？去回家路。张天天，你行不行啊？你连你爸家门钥匙都没有。哎，哥几个，我都饿了。哎，咽口鼻涕充充饥。你可真恶心。我去！哎呦我去！典型的酒精依赖症，手抖啊，就是喝酒造成的。
这个喝酒你得控制他，喝酒喝多的病人啊，我们可见多了。出院以后可别再喝了啊。我们一直以为他一个人呢。没错。罚站多好啊，多幸福啊，那就不用写作业了。我就要回家，我就要回家。说说吧，几次了都？嘿，真是死猪不怕开水烫，怎么回回都是你呀？不写作业不学习，长大打算干什么？啊，对了，张天天，你们家不是有钱吗？你现在就回去跟你爸你妈练摊去吧。我不是练摊的。你说什么？我爸是经理。哼，行啊，你也回去当经理吧，张经理，回家吧。一个姑娘家，剃成个秃子，不男不女的，还经理，站着吧，下课。我爸当然不是练摊的，虽然至今我也说不清他到底在做些什么。我只记得从那个时候起，妈妈起床越来越晚，我见到老混蛋的机会也越来越少。鱼缸里那白的烂尾巴了，回头你去市场买点药啊。那破鱼比我都重要，我也病了。别闹啊，明儿我就回来了。你是想回去看你闺女，还是想回去跟她过？没劲了啊！有时间多读读诗。别没事在这瞎琢磨。我走了啊。哎，我新背了两首诗，我背给你听。好，我回来听。哎，等不及回来。如饥似渴。渴了你就喝水，饿了你就吃饭啊！我答应天天带她去游乐场呢。哎呀，走了。他就是想拿天天拴住你，你们这根本就不是爱情。那姑娘跟小刚处了没几天，人家就跟一老板跑了，气得小刚他妈到现在还哭。靠近点，靠近点。
你说小钢丫怎么没学我这点本事啊？天天，别玩了。你不懂他想干嘛，这小混蛋他坏着。哎，你要不信，咱们俩亲一个。哎，哎呀，你干嘛呀？这小混蛋他什么都懂。干嘛呢，妈妈？没有当爸爸的样，还抢闺女的吃。自从有了他，我就成第二位了。自从有他，我就变成第二位了。来，吃这个啊。开门去。你开。你开去。你开。少废话，你开。别废话，你开。一。一。二。二。二点五。二点五。三。开门去。天天，嗯，你怎么把门关上了？谁呀？啊？你怎么来了？谁来了？啊，大姐，我来找张哥去见庞经理。啊，对，晚上约了老庞，我得去。你松手！松手！你不行，拿菜刀了你啊！松手！来过来！你放手！你放松手！天天，哎呀，把你惯得不像样了，都敢拿菜刀了。走吧。天天，那天之后我没再去坐过摩天轮。小时候我以为是我犯了错，他才不回来看我。现在我明白了，我对于他来讲，什么都不是。石狗大劈叉，太大了，不要。哎，小孙儿，气色不错啊，谈恋爱了吧？哎，张开明，你怎么还没出院啊？等我玩完这把呀，我是怪钱的。快坐坐。哎，你这来来回回的，这都成你度假村了。那你们这度假村收费可够高的了。除了打针吃药，也没点别的服务啊。行了行了，赶紧换衣服出院吧啊！出，少喝点酒，比什么都强。站着，范范，拿钱。怎么样了？都不行啊？姑娘，等一会儿我给你留个电话。以后再有酒瓶子，你直接找我就行了啊。以后啊，不会有了。哎，师傅，您会撬锁吗？啊，不会，我可没干过那事。哎，您怕什么呀？反正这是我自己家，我钥匙丢了。哎，您把这屋撬开之后，里边破烂您全拿走，不收您钱。嗨，这一脚不就踹开了吗？踹。哎，师傅，哎，您稍等啊，等会儿啊。天天，你是你爸亲生闺女，你是没什么事儿，但你爸要是真急了的话，我们仨就不好交代了。叔叔好。哎，小兔崽子，想造反怎么着？扔后海里了。你怎么不说扔中南海了？想要啊，自个儿捞去，没人拦着。姑娘，你这屋里这个破烂还卖不卖了？
我这没破烂儿，你把那破笼烂铁收了吧。哎，叔叔叔叔，别卖呀，这是我们的。这些都是我的，我的，我的。真是你的吗？如果是，为什么每次我需要你的时候，你不但不帮我，反而站在我的对立面？如果是，为什么你连一个字儿都不写给我，一句祝福的话都没有？是不是的？你得回去问你妈。真是一混蛋！你小混蛋！你老混蛋！哎，天天天天，叔，您先坐着啊，我们先走了。我明白他为什么不让我用那个小屋，只是我没有想到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还是没有他的诗重要。不是，你就不能跟我嫂子解释一下？嗯。你娘真他妈混蛋！不是，你真以为我嫂子看不出来是吧？你这么做有劲吗？你别拿人不当人看。我说你丫别失恋了，跑我这来撒气行吗？你就跟着我好好干，有了钱什么女人没有？是不是？刚哥，你染个头吧。小红，哎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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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钱又怎么了？我嫂子这么踏实一人，有钱过上好日子了吗？还有李丽，以前多好一姑娘，你再看看现在。刚子，知道钱是嘛用的吗？钱就是选择权。有了钱，我就可以选择是在家让我媳妇儿给我安头，还是出来到这儿安。有钱，我就可以选择是让他留下，还是让他走。不是我说你呀，出去跟我谈这么多事儿了，你见过哪个是带媳妇儿出来的？这就是面子。什么让人走让人留？我算是看明白，合着你跟人好之前，就没想过负责任呗？哟，轻点儿。张开明，你真是一混蛋！嘛去？撒尿！哎呦，哎，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啊？哎，这不是我李哥吗？刘火灿，怎么改名了？我这不做职业歌手了吗？刘灿的大俗名不改，谁也记不住我。张哥，你怎么样？现在还写诗吗？啊，你可真行，都出磁带了。嗨，不是这两年淘腾叔挣了点钱吗？自己掏钱弄的。淘腾叔，啊，买书号自己印，自己卖。自己能出书？嗨，张哥，您可真逗我，这年月有钱什么出不了啊？看什么看呢？听听啊。
爸爸想干什么吗？爸爸讨厌。那时候的我真的不知道他最想做的到底是什么，只知道他花了好多的钱印了一堆没人买的诗集，堆满了整个小屋。这两摞我也给您放车上，代销卖出去再给我们钱就行。别沉，上次你还卖不去呢。哎，那我帮您拎着。哎呦，不用。那您卖出去了，你再告诉我，我再给您送货去啊。我跟你说实话，就这日子口，又不是金庸古龙的书，谁买它呀？您哟，老贾来了。哎，张老，咱还剩多少？你甭管剩多少，有多少赶紧装车啊！人家催着呢。啊，愣着干嘛呀？快去啊！哎。老贾，哎，您这一包两包的就别跟着凑热闹啊，你还是回去踏踏实实做你的地摊生意啊。我们文化人这生意你不适合。这还火了哪儿啊？北大学院路。北大学院路。跟你说你也不懂。你跟这捣什么乱？太明，咱这可算是时来运转了啊！太棒了！哎，往哪送？什么时来运转啊？先给天天他们学校送去一车吧。不是，你捐啊！我要把姑娘给得罪了，这不哄得开心吗？这在学校多有面啊！哎，你看看这个刘灿介绍的什么破印刷厂，你看看这质量，找他好几次找不着。我说你笨的，你就说这是潮流，国外都流行这样的。刘灿这小子肯定又吃了回扣，回头找他算账。你先给他打个电话去。这些书呢，是张甜甜同学的父亲写的诗集。诗歌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，我们每一个同学都要好好阅读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每人留一本，往后传下去。别弄你那破鱼了，我怀孕了，你离不离？不离也行，给我50万我走。我哪来那么多钱？书倒是一堆，你等等吧，等开春了生意好点，我就把钱给你。你我。变成这样啊！谁让我变成这样的？张甜甜是你的孩子，我肚子里就不是你的孩子吗？我他妈就当不好爹。如果能倒回去，我连张甜甜我都不要。你打了吧，对你我都好。喂，小王八蛋，你骂谁是脏狐狸呢？骂你。哟，天天，小芳，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小兔子，嗝儿吧。哎呦，真有他的。我爸在吗？不在。里边不能进啊，那是大人去的地方。你爸不在这儿，多少天都不来了，回跟你爸说啊，常来照顾生意啊。
联系上刘灿了吗？联系上了，说在深圳走穴呢，回来就和咱们一块儿到印刷厂找牙算账。刚子，你说现在还有多少人喜欢诗歌啊？应该挺多的吧。我听说顾城在国外四处演讲，国内可能少点。哎，你倒是提醒我了呀，我再给他寄一本去。有他地址吗？我打听打听。嫂子，让你回电话。我大哥大往哪了？那我送你回去吧。算算算，他一般也没什么事儿，难得清静。那天我去了很多地方都没有找到他，后来我回到家也没有等到他的电话。再后来天亮了，我去了学校，我觉得我再也不想要这个爸爸了。您看，这里面写的都是什么呀？裸体、女儿的尿、少女幽深处的芳香，你说这东西能给孩子看吗？我妈说你爸是暴发户、臭流氓。丁丁，把他爸爸的世界还给他，反正他们家也都是这种皇叔。拿钱去买吃的吧。你说说你，没有正经的书号，没有正经的出版社，你这是非法出版物，你明白吗？你还敢给学校的孩子们看？幸亏有家长举报。我这都有，那手续都是全的。假的，老张，你让人家给骗了。呀，刘灿不接电话。行了，庆幸吧。要是严打那几年，可就没罚款这么简单了，你们两个都得进去，全部没收带走。天天过两天过生日，咱们俩带他去游乐场吧，他喜欢动物天轮。观众朋友们，晚上好。晚上好。今天是1993年6月9号，就喜欢吃你做的这口。我跟你说啊，那小混蛋胆小，他跟我一样，什么这个过山车什么他都不敢坐。离婚吧。哟，您还找行头是吧？你要是离开我，你怎么活呀？希望你闺女长大以后不要遇着你这么一混蛋。
石榴劲儿。哎，有菜在吗？里边呢。帮我照顾照顾我妈，我这没媳妇儿没孩子的，没事儿，过两年就出去了，到时候再给我整一波伏娃。开明啊，这么多年了，你也知道，我这人胆小，不敢折腾。看着你一路往前扑腾，就跟我自己扑腾似的。所以你也别太上心，我这也是为了成全我自己。别折腾了，咱不年轻了。踏实过日子吧。后来，我爸和我妈很平静的离婚了。三狐狸没过多久也嫁人了。老混蛋仅存的几本诗集被锁在那个小屋里，再也没有打开过。总之没有人再提起他的诗，就连他自己也不再提起。他没回家？没有啊，手机也没接。甭搭理他，又跟我闹别扭呢。谁都甭搭理他，他就回去了。不接我电话了，长能儿了，接我电话，同志们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我表哥，唐人街乐队的。Hello，Hello， 唐人街。我表哥给咱们找了一酒吧，以后咱们在那儿就可以演出了。不过那边有人听咱们这种乐队吗？嗨，管他呢，这是咱们的第一步。为了咱们第一步，干一杯！来，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刚李阳跟我说了，你们以后每天上午都可以去我那排练，乐器啊、音箱啊，明天上午去搬过去吧。
没事儿，我们都这么过来的。谢谢哥，谢谢哥，谢谢哥。哎，这是你女朋友啊？啊，小姑娘样不错，就是声线差点意思，嗓有点薄，一点都不脏，是吧？哎，醒醒醒醒，这谁惹的啊？快去快去，嗯，又喝多了吧又？哎，快去快去快去。你快去吧，这厕所输了你来。行行行行，这输多少钱啊？哎，哎呀，哎呀，我买。哎，这破烂不值钱，拿走吧，送你了，送你了啊！拿走吧，走吧。谁没交毕业寄语卡的？赶紧交了啊！就这样，我们的第一次演出真的就要开始了。我也懒得去管老红蛋究竟在做些什么，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原来他的演出也要开始了。我没有想到他居然给我写了一首这么长的诗，擦干泪展翅高飞，跌倒也不会后悔，
感受着夜空和现实的交汇，每次都无比珍贵，不管再跌倒几回，也要去追求我眼中的完美。我把它交给了我的乐队，我说我想把它唱出来，就当做是送给他和我自己的礼物吧。大家好，我们是独角兽乐队。线被裁掉了。原本站在台上，我还在想，一会儿演出结束后，我该下去和他说些什么才不尴尬。可是，他还是在我没有唱完之前，就先走了。后来有一天，我妈说她的右眼皮总是在跳，让我给老混蛋打个电话。我还没有打，医院就找到了我。他们说
他在后海的冰面上躺了一夜。他们说，他的肝已经彻底喝坏了。2007年10月7号，他终于彻底的摆脱了我，再也没有回来过。人的记忆很奇怪，多年之后，有些事情不但没有淡忘，反而连细节都变得丰富了起来。于是我写下这个故事，企图可以把他带回我身边，然后当面告诉他，我真的不讨厌你了。请你，我的女儿，请你要相信未来。